可以用 Y 啊，没有说不能用 Y 嘛，我可以这样用 Y，然后去做造型的变化。好，另外一个袖子就是用 Y 去做的造型变化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到再看。好，那我还有 CHIA 嘛，还可以再继续用。好，继续做下半部变化，我换颜色。就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就像老师一样，射手座很开心，有没有？也就不就想画什么就画什么。啊，反正最后还可以做成衣服，因为这个是目前这样，目前老师画这个款式真的可以做得出来，对不对？是可以哦，啊，是可以做得出来。然后用英文字嘛，我又可以用 T 呀，用 T 好这样子，啊，没有说只能用一次，可以用好几次，啊，有没有 T？ 啊，那后面嘛，那我换 A 好，A 也可以哦。哎，真没事。哎，我涂成这样啊，可以哦，直接买，自己变化英文字的造型，顺便变英文字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这地方还空着嘛？那我再加一点东西给它，让这个地方是个重点，让这个地方也变一个小小的重点，让它变化一下。那我还可以用 S 啊，S 也可以用 S，变成它的一个腿部的一个造型的变化啊，TU 的，自己用英文字变，用这个我的英文字做变化，然后 YU 啊，你看这样子就设计好了，不但有什么比例的，第一个有比例的不同的。分隔变化哈，第二个我用我的英文护照英文字去做的造型的变化，第三个我还有肌理的变化，这样 OK 哈，好，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